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Wait. Okay, now. From the beginning.咱这个部长是足有好力的部长，伊甲邓仁感觉讲台湾绝对袂欠电。电器的物件，只要大家用高效率的，哦，啊，这类好就差偌济。消费者只要买的是有节能标章的，每一台最高都可以退2000元的购物税。我们也有推出太旧换新的补助，每一台最高我们可以补助到3000元。这样好的政策，要的是国会要过半，我们才可以让立法在国会顺利的过关。这就是政府带头节约用电，以及带头鼓励大家消费。只要政府的政策用心，就是让消费者跟我们的厂商都可以双赢。政策有力，消费有感，家电向前行。总统胜选，国会过半，一起集结成为台湾的最大派，一起来达到这个目标。台湾信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